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！他根本不是真正的时空兽，而是双子星和铁刃伪装的，是引我们进入这个空间缝隙。什么？难怪从一开始，他们就故意避开正面对战，为的就是将我们引到这里。哼，被识破了吗？既然已经被识破了，那就没必要继续披着这层伪装了。 联盟，你们今天休想离开这里！超能神击手巨能霹雳炮，你们去对付双子星。至于铁刃，就交给我和烈风暴长臂来对付。嗯，明白。妖虫铁骑，尝尝我宇宙第一的厉害！ 普吉威叔叔，你终于醒了。爸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 部分机体还处于麻痹状态，应该很快就能恢复。没想到，浩肯星那些人居然使出这种卑鄙手段。幸好海城及时联络了我。虫王卵呢？海城。 普利士他们现在情况如何？我们和普利士失去了联系，不知道他们那边的情况。别担心，海城，我会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的位置坐标。给点颜色你们看看。 就看穿你的攻击招式了。机会来了，明白。耶！嘿！糟了！铁刃将军。
都动不了了。双子星，你们已经没有胜算了。你们不可能打败我。想困住我没那么容易，别让他们逃了。打开空间通道。双子星快走。被他逃掉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赶快离开这里再说。报告维登大人，我们的任务失败了。你们竟然又失败了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双子星给你们的任务怎么样了？维登大人，我们尽力了，而且我也受了重伤。别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。维登大人，我们还不算完全输了，虫王卵我已经拿到手。希卡，果然还是你可靠，希望你能好好利用它，消灭那些碍事的变形联盟。是，威登大人。等着你们好消息。终于拿到手了，你们好好看着。家伙，我们这次竟然上了双子星和铁刃的当。这是希卡声东击西的策略，他们的目的其实是虫王卵。现在希卡已经得到虫王卵，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有什么阴谋。虫王卵是基因石改造的产物，估计他们是想利用虫王卵内的基因石能量。虫王是由原始基因石所改造的，能量的不稳定性要比聚合基因石的高。如果他们用这些能量来强化战斗力，我不敢想象了。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夺回虫王卵。我们知道了，长官。怎么回事啊？最坏的情况发生了。你们尽情的破坏。是。干什么？